请合照，请集合掌，随着书三千，咱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号哈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尊敬啊，咱黄董事长，咱个黄玉瑞，咱清照法师，咱在座各位法师，各位善男信女，各位佛法大德，大家赞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首先非常感谢咱黄董事长，甲咱清照法师，咱就甲我联络，也互我即次个机会，在厝倒转来咱做啥物？那咱在座各位佛法居士共同做来学习佛法，那照着呢，个人在修行学习的过程当中，会淡薄仔心得，来甲大家来分享。那即处呢，那清照法师啊，本来甲我讲希望啊，会当来甲大家来做伙来讨论着关于来认识的圆清净主。但是我阿公哦，王清界主这个名听起来哦，淡薄仔惊惊啦。王清界主介只听起来，介只要来讨债吼，咱甲换一个题目，同款的内容，叫做来认识修行的生活信念。因为呢，咱希望咱内心是平等的，咱希望咱内心是充满着慈悲甲爱心的，甲所有温温暖暖。保持着咱的善念，化解着种种的冤仇。只要咱内心有善念，咱内心就无敌人。只要若无敌人，咱所行会到的所在，就是人间的净土。拄则听咱黄董事长咧介绍，咱个富丽人生的佛学讲座啊，已经21年。第126场啊，这功德非常的殊胜，咱是不是应该先给咱大佛上面啊一个鼓励掌声？在我印象内底，我也来这，已经也来好几次了，尤其每一出来呢，看到面前咱这尊佛像，佛祖释迦牟尼佛啦。那无去唔到，嘛是曾经咧开工安坐，我也有来参加这个盛典。那那时阵我就想着，一透早就要来举办这佛学讲座，为个咱这市区北部，一透早哪有遐多遐济人？我就甲请教法师讲，透早7点外要来讲经，是要讲给谁听？佛祖都已经开悟，这就免咱讲，咱家己就听佛祖教。老公啊，法师啊，你若来咱大佛寺啊，一透早你就看到足济善男信女抱着满满的善念来大佛寺，不止来用功修行，来遮结善缘，来遮布施着善念，来遮共同发愿来交朋友，大家拢来遮要来做菩萨的，你讲对不对？你看都保持21年。一直坚持着这个善念，我相信咱黄董事长在过去以来带领着这个大佛社民的董干事团队，就是希望借着菩萨的道场，和大家每一位来到咱佛寺，就参像咱拄只咱黄立瑞啦，你讲的加一个道场，就减一个地界；加一个善念，就减一个敌人。
加一个正念，人间就加一个菩萨，你们说对不对？那么到底要安怎来保持修行中的善念？真的需要有功夫，啊，这也需要着呢。师父边还有足侪共同的善知识，来甲咱指导，来甲咱提醒。咱惊在咱生活当中拄着困难，咱最惊是一旦拄着困难，做无善知识，通甲咱牵架。所以善知识是咱每一位应该按努力去珍惜，就叫做福报。人生最大福报，不是伊拥有足侪财产。佛陀曾经在这个经典当中，我讲过一句话，伊讲啊，人死于巨富是可耻的。当时咱听了，咱感觉一个人一世人啊，拥有足侪财产，无介好吗？有财产不如一个，伊无贵气。不过呢，伊确实无法度用在有意义的所在。一个人一己的性命不可短短数十年，一旦经过了后，到最后留落来是讲，伊啥物拢也无，互咱着怀念的，啊，着留足侪钱，毋知要安怎用安尼啦。那怎么办？你说留落来向退用，我家穷有。啊，政府扣一个税，啊，若拄着水灾、火灾，啊，就去了了。啊，若去拄着贼偷，啊，若拄着厝内底呢，哪一个人讲的，你了不要紧，就甲你毁了了。所以呢，人生最大恶报，都是有善知识。尤其啊，咱在座咱，是要来教咱大佛上面，教诸佛菩萨。甲足侪善知识来共同菩萨的，咱先保持着这个修行的正确的观念。我每一次拿来的时候，就看到咱大佛下面为着要鼓励大家，会当来遮听经闻法，会当来亲近道场。啊，一透早就准备真侪这个盘手法案，也希望咱带着满满的温暖。来感受到菩萨在人间。既然菩萨在人间，咱就要把咱身躯边的每一个人，为咱的家庭开始，咱开始去认识家庭的亲人，因带予咱的是啥物？除了是亲情以外，咱爱记得感恩、惜福。最大的感恩甲惜福呢？是咱安怎对待着咱的亲人？是咱安怎用咱的这个善念去面对着咱的亲人？我记咱佛经内底的这个公案，我相信咱在座已经足清楚，佛建连尊者是咱佛教当中，也是在咱所有这个民间信仰当中，是一个最友好。最孝顺的这个修行人，伊虽然是一个大修行人，也得到大神通。不过伊的妈妈呢，一向对三宝啊无恭敬，而且爱杀生，爱甲人结恶缘，也做下着种种的这个罪业。那做下着种种的罪业，当时不见人呢？伊一来一再苛刻着伊个妈妈，爱好好啊来恭敬三宝，啊会用来心存善念，唔通搁再杀生，唔通搁再伤害着无辜的性命。不过伊个妈妈就听袂落，就一再呢为着要满足着伊个欲望，满足着伊个口欲。伊就去杀害着一挂无辜的众生的性命，那因此呢，造下着种种的这个罪孽啊。因此，伊们呢，往生的时阵，他堕落入这个地狱。那堕落地狱呢，是伫这个恶鬼道。
受苦受罪啊。啊，目犍连尊者是一个有效的修行人。当伊去想到伊妈妈的时阵，伊心内咧想：我纵然拥有神通，也是一个解脱的一个圣人。但是伊也希望讲会当借着伊的能力来超度着伊的妈妈，来离苦得乐。所以呢，伊就运用着伊的神通去找看伊的老母伫底，安尼找来找去，伊才去找着伊的妈妈。伫地下内底是一个恶鬼，啊，又搁枵又搁瘦。啊，看遐真艰苦。目犍连尊者呢，因为是一个出家人，伊吐蕃。啊，吐蕃时阵，伊这蕃内底呢，有这食物，伊就摕这个饭菜买予伊妈妈食。这个饭菜摕予妈妈食，一直到伊嘴呢，就变作火炭，变作火炭就无法度食。目犍连尊者呢？用尽伊所有的办法，而且是有神通的一个阿罗汉，用尽着伊所有的办法，都是我都来帮助着伊的妈妈脱离着恶鬼道。这目犍连尊者内心也非常的艰苦。伊讲我虽然是一个神通得到解脱的一个修行人，不过面对着恶鬼道的众生。伊也依然无办法束手无策，心内也非常的痛苦。然后呢，伊才倒转来，去请示着佛陀，讲世尊啊，我的妈妈伫地下内底咧受苦，唔知要安怎来个帮忙，也唔知妈妈过去是做啥物业报。那会对着着这个恶鬼道，就请示世尊开示。当然，咱慈悲的佛陀就只目犍连尊者讲，你的妈妈在世啊，因为诽谤三宝，轻慢三宝，诽谤就是破坏着修行人的用功，破坏呢就是呢去障碍。去伤害，啊！轻慢就是看袂起着出家人，看袂起着修行人。不单是轻慢三宝，而且呢也杀害心灵，有这个杀业之心嘛，非常的深重，做着这个种种的这个罪孽啊，因此罪报呢堆落着这个恶鬼道。世尊就甲目犍连尊者讲：，假使用你一个人的能力啊，要帮助着妈妈脱离着这个恶鬼道啊，恐惊有也困难。那迄个时阵，佛陀就甲目犍连尊者讲：，要用着这个办法来帮助着妈妈脱离着恶鬼道啊。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借用着足侪修行人修行用功的这一份的功德来回向。那么迄个时间就是咱咧讲的七月十五，因为修行人三个月结下安居，精进用功办道啊。因为因的精进用功办道，在这三个月内底呢。有真侪修行人啊，得到阿罗汉，得到这个解脱的见解，功德非常的殊胜。假使会当在这一天佛陀的欢喜日，大家呢会当来供佛在经，来借着呢这个大修行人的功德力呢，来回向给地狱恶鬼的众生离苦得乐。
就是咱所有咱一般在咱世俗所讲的叫做超度。超度的意义一开始就是要让咱冤亲债主改冤释结、离苦得乐，保持善念，无有敌人。不只是福建莲珠姐的妈妈离开了地界，同时伫地界各国道的众生也因为佛陀带领着僧团内底比丘，因为因的用功精进，回向予各国道的众生来离苦得乐。那么呢，伫这个福建莲珠姐的妈妈因为脱离了各国道了后，到这个道理天，伊就来报恩着福建莲尊者。所以因为为过去这么用功修行，也因为伊的福报这么友好，才请示着佛陀世尊，来带领着僧团内底，而且修行人将这个修行功德来回向伊的妈妈遗嘱。得到这个善缘，才来离苦得乐。我相信这个公案在咱民间，也是咱佛教徒对这个观念、对这个公案故事，拢也非常的清楚。但是这个故事当中，伊所要代表的意义又阁是啥物？我希望讲咱会当在这个故事当中，把咱启发出来，就是。修行当中的善良，这个人就是因为固执、偏差的错误的行为，才造下着种种的不明之业。目的人是一个大修行人，是这样用功修行得到阿罗汉的境界。不过，伊一再跟伊的妈妈讲，要保持善良，唔爱杀害生灵。伊妈妈就是听袂落。有原来是听袂落，固执。这个固执就是咱一般常讲爱面子。我是恁老母呢，我是咧着听你的，是你听我，还是我听你的？就产生着伊的固执，那错误的观念甲行为，所以呢，才造下种现象。我咱要安怎来甲转念？无论是长辈，无论是咱的下辈。只要是正确的思想行为，咱会用来交流；只要是对咱人生有意义的，咱就应该去接受。袂当因为一个人的固执，来做下着错误的行为，那就叫做业力。一旦呢做下着这个业力，你就必须要受到错误的行为所造成的这个力量，就叫做业报。业报一旦受报，地界恶鬼是作苦，那就是因为业报非常的痛苦。我个人尊者是一个足友好的一个修行人，伊不忍着伊的妈妈伫地界受苦，也不忍着这个地界当中，伊就去看到呢，不只是伊妈妈伫遐受苦，真侪地界的众生伫遐受苦，伊是一个。这慈悲的修行人，所以呢，才去请求着世尊，找出着这个离苦得乐的方法，超度众生、改冤释结的力量。那么，这样呢，留下着咱所谓这个污染盆发挥。污染盆就是救度颠倒苦难的众生。这盂兰盆，盂兰的意思就是救度苦难颠倒的众生。地壳地动，所以就把这个食物呢，放在这污染盆内底来布施，和这个恶鬼地界的众生地壳地动。那么这一个功德呢，一直流传到今，伊到现在，在咱台湾的佛寺各道场，这七月期间啊，拢会来举办着这个法会。那么这个法会。也就是爱予咱带领着搁具、搁有靠意义的一个活动，就是爱来改冤释结。一个人在这个一生生活当中啊，一个过程当中啊，
难免会拄着顺境，难免会拄着逆境，难免会拄着好的善缘，也会拄着呢考验的较无顺利的逆境。但是无论拄着什么种的境界，咱要安怎来保持着内心的这一份善良，就是要来讲善知识。我搁再讲着一个讲法，咱就大概知影讲，要安怎来保持着这个善良。过去有一个老师傅，在咱这个过去的时代，无像如今交通这方便，拢是用行路的。那有一天，这个老师出外去突破钢筋，咱们去突破钢筋的时阵呐，倒来呢，一滴路呢，都拄着落大雨，啊，落大雨无底去，啊，无底去的时阵，都看到这个砖头内底呢，有一间厝，那么呢，就去甲弄门，暗时咯，甲弄门，想要甲照大一下。那老门要甲照大的时阵，这个厝内底这主人啊，就问讲你啥物人啊？啊，你要创啥？我着落大雨，啊，想讲来这许，甲恁照大一面，唔知可以啊？是不是可以啦？唔知有法度无吼？照我大一面，这厝主甲讲啊，无啦，我兜无要用大啦。都无大，无大，即个出家人呢，就必须要呢，受着风雨，安尼人家耽误无得，行到怎么不死啊？但是呢，伫即个时阵呢，这个老师傅啊，伊心中无怨恨，伊颠倒去问即个厝主，讲啊，请问厝主你叫啥物名？厝主只好讲啊，我着叫啥物名咯？我比如讲，我着叫做这个王九凤啊。啊，我就知咯，就倒了回来呢。这个老师呢，心内完全无对这个厝主有任何不满，迄只甲讲呢，这无良。啊，一个出家人，啊要甲借大一面也无通，伊完全拢无起任何歹的念头，直到家己感觉非常的惭愧，讲我可能过去用功无够，我结的善缘无够。我过去甲伊无结着好个姻缘，所以今仔日啦，伊才无要甲伊个厝借我大一面，是我个人的过失，毋是伊无良，我应该爱忏悔。所以倒转来佛寺个时阵啦，伊头一件代志，就是伫大殿内底徛一个王友福个重生轮回，每工替伊上经念佛回向予即个厝主，叫做王友福个即个人啊。每天平安、健康、快乐，希望能加以改完设计，能力若拄到伊，加以有笑容，加以有满满的这个祝福的心情。就安尼，经过三年哦，这个老师逐天都甲上顶祈求回向我这个处主，一直到三年后有一天，这个王修王呢，换伊出关。换伊出外的时阵，换伊去拄着落大雨，换拄着落大雨无底去，啊，都看到一间佛寺，想讲来甲佛寺来甲借大。但这王友佛是足有钱一个人。当伊到这间佛寺的时阵呢，就看到三年前所拄面这个老师傅，啊，老师就看到这个王友佛，哎，就认出来了。这个三年前，我要甲借大因兜一面，唔肯借我这个人，伊认出来。这时，这个、老师心内是非常的欢喜。今仔日下当来甲汇报，老师就讲：，换你来我兜大一面啊！这个时阵啊，这个王一福啊，心内感觉非常的歹势。我三年前拢无通借你，啊，你这个愿意借我大一面，感觉真歹势。伊心内就安尼讲。真歹势着着，结果呢，着嘛是着老透风落雨，嘛是爱大落来，我着行去伫佛寺，伫大殿内底拜佛的时阵，伊才发现着讲，大殿当中哪有替一个叫做王友福的一个人来徛一个消灾的重生轮回，
大家甲祈求伊平安，伊就问这个老师傅讲：“啊，请问这个王一虎是啥？”“伊讲就是你本人啊。”“我你为什么我也无甲恁报名发挥啊？啊，哪有搞徛这个消灾中心落去呢？”伊讲啊，因为三年前啊，我就曾经有去过一个所在，要甲照带一面，啊，就无迄个姻缘，是我个人啊，真惭愧，是我无够福报，修行无够用功，所以呢，是我个人的过失，所以我倒转来，我要替这个厝主啊来祈福，希望我甲伊过去的恩恩怨怨会晓改弯设计。我希望日后我甲伊拄着，阮会是好朋友。哇，这个王一福啊，这听了非常的感动。伊讲，我过去三年前，我是这么无通，安尼通好你倒进的。你反倒转来对我无怨恨无担忌，你搁替我徛一个消灾中心落位，祈求主菩萨加持我平安。伊感动啊，因为真有钱，伊看到当时佛寺安破破烂烂，伊倒转来。随请工人，随拨一笔的经费，倒转来给整理佛寺，伊然后成为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。为这个故事内底，咱就要知影，当咱拄到困难的时阵，咱唔通先去想别人要甲咱调来，咱爱先去想到是毋是咱某一方面是做了无够圆满，或者是讲咱某一方面。咱无够细腻，无够珍惜，也是咱的用功无够，无够功夫。咱应该先想着家己，然后咧将咱内心的种种的这个因缘来做调整，会当来保持着善良，会当来保持着咱这个对每一个亲人也好，对每一个众生也好。对每一个在咱生命当中所经过每一个人，咱拢用咱的爱心，用咱的善良的心，甲伊做好朋友。所以，迄个老师啊，虽然看伊每工，但是还在做一件戆代志。啊，这个人就较早就无欢迎你，你为虾米逐工都要替伊祈求，让伊安尼平安快乐？就是要甲伊交心，无要甲伊过种种温温暖暖。希望日后大家拢是菩萨的惯相，唔是冤亲债主，会当搁再是日后伫修行当中会当互相帮忙的善弟兄。从我们开始做起，只要咱若愿意改变，咱先改变了咱家己，面对着健康的观念甲行为的时阵，你的生命当中种种的困难，拢会随着你的善良来做改变。你们说对不对？假使你心肝头的迄个根永远放袂开，你就永远甲这个人永远过袂去。你永远甲伊结冤仇，这个冤仇一旦结了，不是单一世人的代志，是生生世世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咱无爱冤冤相报，咱就是要保持善良。我在伫这个公案内底啊，我得在世时阵啊。有一个咱讲叫做鬼主庙，咱进佛寺啊，暗课，拢爱去出席，哦，就在咱这个中头，咱去出席吼，这个鬼主庙，鬼主庙呢，有500个囡仔，那么伊就是上细汉的，伊足疼惜这个出细汉囝。但是这鬼主庙的这个囡仔，伊这个厝内底拢爱食，食囡仔饭，食囡仔粉，所以这鬼主庙啊，不管是就是去庄头内底呢，看到人的囡仔、细汉囡仔，就共掠倒来，掠倒来，互因这个细汉囝，鬼主庙就鬼仔囝就对啦，爱食人血，食囡仔粉，食囡仔饭。只要伊家己的囡仔食会饱、会快乐、会欢喜就好，无去看到其他的人的伤心。所以这鬼主庙啊，时常就去做出着伤害人的代志。这件代志呢，一直到佛陀的耳旁边，
佛就知影鬼主庙啊，啊你时常做出着伤害人、互人惊吓的代志，佛就为着要化解着这冤冤怨怨，佛就着运用着伊的神通，甲这个鬼主庙的这个板仔囝，伊就甲抓起来，用神通甲保护起来。啊！鬼主庙就找无因囝咯，啊！当伊找无因囝的时阵，足紧张，咱足惊吓。啊！伫遐咧砖头内底撞来撞去，一直问人讲：“你有看到阮囝无？”啊！咧足悲伤，足艰苦。但系讲我拢无看到呢，唔知恁囝去倒了。其中有一个人在遐讲嘛：“啊，恁是毋是去找佛陀啊？世尊嘛，是一个大智慧、大神通的人。”你问伊看伊是毋是知影恁囝伫倒？这个时阵，这个鬼主庙啊，就走来到这个佛陀所住的真相，就去请示世尊，讲世尊啊，唔知你知影我这个把咱囝去伫倒无？去互送你来。佛陀当然知影啦，因为是佛陀用伊的神通，把这个细汉囝给抓起来，而且甲鬼主庙讲。你这个时阵心情是啥物心情？我足惊吓，我的囡仔胖起，我足伤心的，我足惊会发生代志。世尊才讲，当你这个时阵的心情是安尼，迄个时阵你哪无去想着讲你去掠别人的囡仔，别人的老母、的老爸，心情是啥物种的感受？你有啥物要做出这种代志？你家己的囝碰见你，你就才悲伤、才艰苦。你有啥物要去伤害着其他的人的囡仔呢？囡仔的爸爸妈妈内心嘛是会艰苦啊。你有啥物要安尼做？鬼主庙才讲，我若无安尼做，阮家囝要食啥？伊无物件通食啊，无物件通食就会枵死啊。所以我必须要去掠细汉囡仔啊。来讨好伊囝食，佛陀才讲：只要你肯改变，只要你以后不再伤害着其他所有人的性命，我佛陀若有一顿通食，你都通食。所以呢，世尊呢才交代着僧团内底，只要出家人若有通食，就爱去出世，互鬼神食。佛陀若有通食，众生就通食。众生若受福报，佛陀就会将。功德加这个所谓地位和众生，所以咱的珍惜着福德，疼惜着众生的这几份慈悲，你们说对不对？福德袂因为讲你鬼主庙，你过去伤害人，我进道庙来，甲你保啊，甲你处罚，甲你受着种种的天罚，福德无安尼做，福德颠倒呢？甲鬼主庙讲，你爱放下着遮个仇恨，以后袂使你搁再做出任何伤害众生的行为。只要你做会到，世尊就会来帮助着伊，走出着困难的环境。不单是安尼，这个鬼主庙呢，从此以后。就成为佛陀的护法，所以咱千万通看到这鬼神是会伤害人的，鬼神也有善良的一面。虽然伊过去如此糊涂，做出着伤害众生，但是因为伊一念忏悔心，因为伊一念忏悔心，伊甲佛陀忏悔，忏悔着伊过去因为自私，只顾着家己。不去关照着别人的心情，做出着伤害人，伊感觉非常的惭愧，也非常的忏悔改变。所以甲世尊讲，我从此以后，我愿意作为咱佛教的模范。只要是有道场的所在，有正法的所在，鬼主庙就会带领着伊的眷属来维护道场的宁静，维护道场。的宗教被受到伤害，所以咱也共款伫咱的道场内底，有当中有一挂人可能伊的行为也好，伊的思想也好，
我们感觉呢，有淡薄啊，较无理想的，咱也莫甲气呀。咱应该爱学习着佛陀的慈悲甲包容，用这个包容的心，用这个佛法的智慧，啊来渐渐来甲宽化，互伊样气恶行善，带领着样做出着社会关怀。比如讲，咱道场若有共修，咱就互伊来做伙来共修来念佛。只要会用互伊个心，行向着善良，人间就减一个作恶个人。人间减一个作恶人，社会就增长着福报，增长着福利。社会若增长着福报福利，社会就加一个平安，人间就加一个净土，就加一个菩萨。你们说对不对？这个善念会当带予带予咱这么样一改变，咱就会当好好安定在咱的生活里面内底。所以，伫咱身躯边亲人，甲咱上亲呢，咱更加爱愈有爱心，袂当因为上亲，啊，甲咱上亲的亲人，咱就甲伊讲话，咱三斤六重。还是甲伊讲话，就爱甲伊无爱不耐烦。咱更加爱去看到讲，咱内心内底对咱的亲人，咱爱为咱的亲人开始做起。啊，无一般人咧讲，远亲近主拢是为亲人来。愈亲的人，你甲伊讲话无礼貌，做出着伤害伊的时阵呢，伊内心就会甲咱呢产生着种种的温暖。这个温暖就产生着业力，产生着业力呢，就安尼生生世世啊，安尼环环相报。咱为着无爱环环相报，咱时时刻刻看到咱的起心动念，我们关照好我们的起心动念，咱用咱善良包容的心，在这个这个故事内底啊，甲咱启发的。人生不可对对说真。但是咱若靠住要奉献出爱心、善良，人生就改变。无论是拄着这个故事内底贵主了，因为拄着佛陀，伊开始起恶向善，做出着佛法的护法事。这个老师傅当时拄着这个处主无欢迎伊，伊无改变完事，伊反倒怎个就感觉过去福报无够，每日伫佛前祈求。会当教伊呢，善人会当来祈求，会当呢，然后作为一个菩萨的圣地上。包括呢，咱拄仔讲这个目犍连尊者，伊的妈妈因为过去轻慢三宝所做的罪恶，但是日后生老都改变，拢是这一念心，这念善良的心，就祈求就作一福。所以今日啊。甲大家共同来分享着修行生活的善念，就是为咱家己做起。只要咱一个每一个人心中也善念具足，咱的家庭内底就袂有人会勤奋计较。袂勤奋计较，咱就是合家平安。合家若平安，社会就安定。社会安定，人间就是净土。所以每一个人这个善良也具足，你的善知识，你的好朋友，你家的善人就有。所以呢，咱先免去计较，就讲什么人对待咱安怎，别人对待咱好甲歹，咱心内清楚。但是咱时刻记得家己，只要我用我的善良面对着我所有一切善，咱的善知识。咱的亲人、咱的朋友，咱拢用善良甲伊布施。这个善良布施，你绝对袂吃亏，因为你的善良将来给你的福报，是会用给你伫佛门当中也好，给你在人间的净土当中也好，你拢会拄着善知识甲你提拔，给你有好的、有光明的智慧。啊，伫遮。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吼，也我都占用着伤侪时间，
那我也要再一次，搁再甲咱各位在座咱的善男信女，甲大家共同来鼓励，我也做伙来学习，咱共同用咱的善念来布施予咱的这个环境，布施予咱的身躯边所有一切人，希望我们的善念带来人间的净土，希望我们的善念布施给大众，成就了光明的智慧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在此感谢咱鱼缸兄弟，甲咱鱼贵，哦，甲咱在座各位护法菩萨，感谢大家来遮听经，来遮闻法，也祝大家法力充满，身体健康，阿弥陀佛。